下来呢，今天邀请了几位明星，这些明星他们都有新的作品要介绍给我们。可是啊，各位也知道，我们就是一个很刁钻的节目，所以没有那么容易让他们顺畅介绍自己的作品。我们要采用的考验方式呢，就是他们等一下会在我们准备一条输送带上面进行表演。这个表演一共会有20秒的长度，如果在20秒当中小 S 举起他的圈，就表示他通过了，愿意让这个人做更完整的表演，以及愿意听这个人做他对他自己作品的介绍。如果小 S 在这20秒当中完全没有举圈的话呢，很抱歉，这位来宾就会做到失败区去等候我们进一步的询问。康熙输送带游戏规则，我们会请艺人在输送带上面做20秒的表演，如果主持人中途两灯，就是进入失败区接受关卡，但是只要举出圈的孩子就可以做出完整的演出喽。好难哦！我是说这个游戏对我来说很难。我等下会引导你完成。因为感觉是烂的话，我就会举牌。是，很少是有好我要举牌的。好的，你要举圈通过它哈。烂的你不用举，它自己会从生产线上面就掉到外面去了。那一开始为大家先示范一个参加的来宾他必须要做的表演的长度哈，我们用这个来做测试。现在请这个人开始表演。他要被淘汰，他快被淘汰了。这是故意要让他淘汰的，让他淘汰，让他消失吧。你写下砸爆，你写下砸爆，叫叫你被淘汰了，同学。你写下砸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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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叫叫叫，你写下砸爆，你写下砸爆，被淘汰了，同学。你终于说出你的心声了，就你觉得他是一个恰杂货、啊、不是，那是歌词的意思。你是在骂我吗？不是，那是歌词的一个意境。麻烦你正确示范，你刚才没有被我们举圈，所以请你坐到失败区的板凳上面。要坐到失败区，麻烦你、谢谢 S 姐跟康武哥，谢谢阿贝。他越来越上瘾这个表演了，去做好啊！会有送不走的来宾，是不是？他是唯一一个，其他人我想不会这么失控才对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邀请今天真正来参加康熙来的来宾，他们要一一的出场为我们做表演。这个第一位听说是一个美女，而且呢，她之前在我们康熙来的完全没有展示过这方面的才艺。我觉得她这个才艺真的非常的冒险，因为我光听我就不想看。可是很多男士可能会觉得很迷人啊。好了 ，S， 你准备好了吗？好。好，红布后面的来宾也准备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就请他出场。现在请开始。啊，是。长笛 ，Holy cow！ 这样太复古好不好？那是什么？真的是吹现场的吗？你不举圈吗，亲爱的？你不举圈吗？好了，举一下。成功了。恭喜恭喜！哎，不用来，不错了。他竟然被你举圈了。我举圈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洋装快要掉下来了。很有可看性，是不是？好，请你到场中来把刚才这个表演做完。好，这边吗？因为我们要确认他是吹现场。你先跟我讲，你等一下吹的时候洋装是有可能掉下来吗？不，因为他吹笛子吸气，不就会腰就变，他就会收缩，因为我是用这边丹田在那个吸气。因为洋装会掉下来，我才继续看哦。如果不掉，还叫加做失败区去，是不是？见了，试用力一点，好不好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好，尽量，您尽力而为，好了，好，是。他只是，他是停顿，他不是忘记。也没有让你昏昏欲睡吧？因为他的那个音质确实是没有那么容易逼吹，因为有些人一吹就是那种哔，他的算是还蛮饱的。我好紧张哦！而且男性们应该也没有在乎这个笛声是怎么样。对，我觉得你很努力的在练。可是你这个表演算是很复杂，因为你吹长笛，然后又穿那么容易掉下来的洋装，
的意图是它不会掉。你在跳啊，你在跳。欢迎平，听说为了康熙来了表演，长笛换新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这个超贵的，对我来讲超贵的，2万块。一般正常长笛应该多少钱？一般正常其实更贵，就是更专业一点的，可能要60-70万都有。OK。对，然后2万块是刚好，就是我碰到一个很好的音乐老师，然后他刚好就是有，他刚好是刚刚是阿咪老师弹的吗？我说你吹的时候，不是你本人吹的吗？是我，我可以再吹一次。好。是阿咪弹的。你干嘛对嘴啊？你干嘛对鼻呀？是他吹的啦，他吹。真的是我吹的。不然你现在随便吹一句阿咪没有准备好的。好。是阿咪弹的。吹的。不错啊。我要先确认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真的可以坐在那边的话，我要再表演一个东西，也是吹奏类的吗？没有，就是你们想看着走秀的话，秀商品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对，好，你通过啦，欢迎你，王雨欣，请坐。可以，好，请坐。因为阿贝很想让你过去陪他，可是我不会让他如愿。我不要。我们有恰当的人选去陪你，真的吗？对对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看下一位来宾做什么表演。从台上下来吧，我下来啊！好恐怖，好恐怖！不会，你们表演的非常棒，吓死人了！你真的对小孩子很好哎，因为毕竟他们才10岁啊，就让他们送走不会太过分吗？那个把刚刚的表演做完，请你们在中间把刚才的表演做完。好啊，好啊。因为我女儿一定很喜欢，这是我们主打歌的服装，应该就是少女最希望穿上的衣服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宾裸露在这边接受访问，小孩应该没差吧？真的吗？你想被罚钱了？所以他们两位听说在尾牙也受到邀请，哎，啊，那价码高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你们有记不记得尾牙做了几场表演？不知道。所以你们有几套打歌服啊？我们有5首歌。每套都不一样吗？对，每套不一样。但我们有4首 MV 跟4首舞蹈教学。然后里面还有送贴纸跟红包袋跟我们大小姐专属的铅笔套。铅笔套。哇，我好想要哦！可以送我2寸吗？可以呀，可以。所以，不是你应该也很想穿他们的洋装吧？我觉得他们一定被输入了，只能够讲刚才的资讯。对，你如果不让他们介绍他们的作品，他会很痛苦。你不是只是问他们有几套衣服而已吗？会被同学们认出来。你们有在上电视做表演吗？很多很多。那同学对你们好不好？好啊，班上很多朋友。他们会说什么？就说好漂亮，就这样。不会说什么，就说哎，那是不是大小姐？哦，没有人会说。上电视有什么了不起这种话啊？不会。那会不会有人问你们说小 S 姐姐本人漂不漂亮？没有。没有。那你们也可以主动跟同学分享啊。明天一到学校就说，哎，我觉得小 S 好漂亮哦，看他们会不会接话。他们就说谁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要吵。可以自己开话题。哎，那同学会找你们拍照吗？会，有时候会签名跟拍照。那你们不化妆也可以拍吗？可以呀。会不会说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很累，不想拍照？不会啦，因为我们很漂亮。啊，是。对呀，我们好可爱哟。
对，你们好。可是爱子，讲真的，你今天回到家会不会跟妈妈说，我觉得赵璇好烦啊，话好多？不会啊，不会。可是赵璇刚才在后台讲好多你的坏话，啊，怎么办？哪有？什么现场玻璃界的小朋友？所以公司的人有规定，你们讲话的时候一定要做出很欢乐的手势吗？不会啊，不会，要自然就好了。对，你这个自然，你这个自然。我们就自然就好，然后每天上学一直这样。爱子啊，你有看过赵璇没有化妆的样子吗？很长的，对，很长的，非常的长。那不化妆好看吗？好看啊！哎呦，太假了！失败区。你们看到后面那个人会不会心情不好？啊，是。不会啊，不会。他们很喜欢我哈，刚刚我在后台有跟他们自我介绍。你们认识他是谁吗？知道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汉典哥哥。啊，他不是吴冠阿飞吗？汉典比小 S 有名嘞，怎么办？所以在学校有同学问你们说汉典哥哥可不可爱吗？没有。欢迎大小姐，恭喜你们过关。谢谢。活动直接豁出去，才艺表演超卖力。我们欢迎下一组来宾。天哪，我自己搞真笑吗？好，此时阿贝小 people， 独脑亮啊，唱摇头。哎，现在好像鬼片。还有宝奶好。我好像听到几句脏话。然后我是说猪头，猪条。猪头。好可爱。刚刚被送出去。哇，我们要欢迎下一组来宾出场表演。